我未婚夫在结婚的推前背叛了我。这味道好特别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也是。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有人在爱着你，而这让你很幸福。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话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我不清楚我是不是有爱过你。他爸妈可能不能接受。我们要如何有个美好的未来？